好啦，大家好，今日会教大家一个瑜伽里面最收到身嘅动作，平板嘅。咁我哋双手揿实个地下，膊头喺个手腕上边，双手同你嘅膊头咁阔啦，脚趾踩翻向后，保持个身体成一个直线，尝试将你后脚脚踭咧唔好踩到，将你净系脚趾踩实之后咧，双手个膊头咧亦唔好夹埋，推翻向地下，打开我哋嘅肩胛骨，之后亦都唔好熬腰，记住收紧个肚，卷肚收腹。我哋喺度 hold 住五个呼吸，你会感受到自己腹部肌肉开始越嚟越用力。咁我哋喺度 hold 住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嗱，假设咧，如果你又想再锻炼多啲嘅，咁你可以选择慢慢啦，重复呢组动作，将你嘅右手手踭落地，左手手踭落地，之后再嚟右手揿翻地下，吸气，左手揿翻地下上嚟。我哋将呢组动作重复五次。右边落去，左边落去，右边上嚟，左边上嚟，系啦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加深我哋嘅腹部嘅锻炼啦。